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NFT 我们介绍过 ，Cryptocurrency 我们也做过 Blockchain 这个单元，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懂的话，很多 YouTube 上影片可以看，你也可以回去看我的。我的多半是在教英文，不是在解释这些概念就是了。那 Bill Gates 呢，他就来 weigh in on this issue， 他就来这个 weigh in 该怎么说啊？就称重量嘛？有一点像是 OK。我也解释过这个片语，我记得 weigh in， 所以大家Bill Gates， 你要不要来表达点意见呢 ？So would you like to weigh in？OK， 那他就说了一些什么看法呢？他说这些东西啊，百分之百都依靠着一个概念叫做 Greater Fool Theory。OK， 这一个词叫做 Greater Fool Theory。Fool 是傻瓜，更笨的傻瓜的理论。翻成中文，这个好像可以叫做博傻理论。博就是广博博士的博，那傻就傻瓜的傻，博傻理论。哼，是什么概念呢？那当然 Bill Gates 还笑了一下下，所以这种很贵的这些。数位上的一些这个影片，像好比说我们做过一集 Stephen Curry 花了好像$49买了一只猴子，无聊的猴子这样，所以那个 Bored Ape 这边有一个好这个名字，所以他说这样的东西啊，哈，真的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呢？那当然这是在开玩笑，他有点在 mark 这个概念，所以他说的哦 ，They will improve the world immensely， 所以 Gates joked 提到这个东西。当然没有了 ，right？ 所以他也强调，他绝对不会去做短或做长这些东西。那做短做长的概念我们也不讲了，因为这就是做短线，不是炒短线，是做空啊。我刚讲做短可能不是正确的翻译，应该讲做空或者是做长，是叫做长吗？英文叫 long 了。那这个英文真的是 long 跟 short， 但我们中文翻译成做空，所以他也不会去做空它，他也不会去好好的投资它，他都不会，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不该碰。我们就来看什么是 Greater Fool Theory 的 definition， 光看这个就很够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学到点什么金融方面的概念。那我知道好像最近有个观众，他常说他在看 Bloomberg 的这个新闻，哦，真抱歉，我现在就是有时候脑袋想不出一些大家的名字，但没有关系，你知道我在说你，因为他做了很长很长的笔记，我非常感谢他这么用心看我的频道，所以就让我觉得说我真的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东西出来。好，这边说了 ，The Greater Fool Theory argues that prices go up because people are able to sell overpriced securities to a greater fool,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overvalued。好，所以。这句话事实上就非常 encapsulate 这个概念，所以 encapsulate 这个字我们也顺便说一下。capsule 这个词是胶囊， encapsulate 就是你把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浓缩成了一颗胶囊般的，哦，大家懂意思，哦，然后你就把它讲出来。像我们知道那个爱因斯坦那个 E=mc² 的那个是 formula 嘛，哦，所以它这条公式啊，就它能够 encapsulate 这个整个宇宙中能量的运行法则这样子，所以你现在就懂 encapsulate 的意思。好，所以这个 theory argue 价钱会一直往上升，为什么？因为总有一个更笨的人会把这个已经被超估价值的东西从你手上把它买走，所以永远有一个更笨的人会把它买走，所以大家都还保持信心的时候， people will still buy the things that are overpriced, overvalued, OK? 所以他说 people are able to sell overpriced securities to a greater fool,Whether or not they're overvalued， 不管它是不是有被估价过高了，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估价过高的 security 卖给别人。所以 security 这边这个意思，一般来说 security 是安全，这样像联合国的安理会，是不是就叫做 Security Council？ 好像是哈。那但是 security 是变成复数的时候，这个名词变成是证券。所以你手上有些证券，你啊虽然说一边炒很高了，可是总有下一个人会把它买下去，因为如果大家都对它还保持很高度的信心的话。好，那下一个我们再说 ，investing according to the greater fool theory means ignoring valuation, earnings report, and all the other data。所以，要是我们在讲的是这个博傻理论的话呢，就是我们都忽视掉了它的这个真正的估价啦，或者它的那个这个 earnings report， 就是公司赚不赚钱的一些报告啦，或其他的一些数据都不管。所以，那当这样做当然是非常 risky 的。那到最后，你很可能就是那一个，就大家卖了卖到后来。卖到你手上的时候，欸，下一个笨蛋是谁啊？现在台积电500多块，哇，560啊，600块，谁可以把从我手上买下去啊？发现，欸，大家都没信心了，没有人要买了，所以你就拿着那个500多块的台积电在手上放不掉，这样子。所以这个词就叫做 holding the bag。OK， so people subscribing to the greater fool theory could be left holding the bag after a correction。这里面两个词可以看一下。人们就是信奉这一个 Greater Fool Theory 的人们呢，
可能最后就是拿着那个袋子的人。这拿着袋子的人就是总之拿着东西卖不掉。我们这边也看一下，他们叫做 bag holder。 So what is a bag holder? A bag holder is an informal term used to describe an investor who holds a position in a security that decreases in value until it descends into worthlessness。 好、啊、有点长，还是看一下、啊、看一下。所以描述一个投资人，一个 investor， 他 hold 住一个 position、in a security， 就是你在一个证券中你有一个不管是 long 或者 short， 刚刚讲的做长或做空的一个 position， 那你 hold 着它，可是它的价钱一直掉 decreases in value， 直到它就变成是就变成我们讲说币值有没有 ？OK， 变成 worthlessness。OK， 好，那在很多的 case 中，这个 back holder 他都是很固执的去拿住这个 holding 这样子。So the back holder stubbornly。Stubborn 就是固执 ，retains their holding， retain 就是持有 ，for an extended period， 所以就很长一段时间 ，during which time the value of the investment goes to zero， 所以在这个时间中，这个 investment 就真的变币值了，这样子，好，可能就下市了，所以这个叫做 holding the bag。那 subscribe 这个动词，一般我们理解为是那个，像例如说，你有订阅我的频道，那是 subscribe。那它的介系词都是 to， 所以如果你看了一些外国人频道的话，他会说 please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所以 subscribe to something。那你要订阅一个杂志之类的，也是要用 to。可是也可以不表示是订阅，就是你对什么东西是信服的话，也是 subscribe。OK， 我讲的幸福不是那个幸福快乐的幸福，是你对一个东西是无限道，我们台语这样子讲。OK， 所以你如果幸福这件事情 ，you subscribe to it。所以要是你幸福这件事的话，你到最后呢，可能就会在一个 correction 之后，你成为一个 back holder。什么是 correction？ 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市场 correction 一般可以理解为校正，哦，矫正、校正。那这个我们讲说啊，现在市场在修正啊，就是这一个词了。所以 correction。就这么讲，市场在修正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再看几个这个 definition。The greater fool theory states that you can make money from buying overvalued securities because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one that is a greater fool who is willing to pay an even higher price。所以这个又是 ，if you put it in even plainer English， this is already plain English。那现在再讲得更清楚一点的话，所以呢，就说了，你还是可以赚钱 ，you can make money。不管你是不是你买的，即便是 overvalued security， 买的已经是哦，这个估价超过了啊，你还是可以赚钱。为什么？因为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one who is willing to pay an even higher price， 总是有某个人会愿意再付更高的价钱从你手上把它拿走。那他就是那个更笨的傻瓜 ，the greater fool。Eventually, as the market runs out of fools left, prices will sell off。所以 eventually 等到这个 market 市面上。没有更笨的傻瓜了的时候 ，there's no greater fools left， 价钱就会往下掉了。所以这里下一个词就很重要 ，due diligence is recommended as a strategy to avoid becoming a greater fool yourself。为了不要自己当那个更笨的傻瓜，你就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叫做 due diligence。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词，我觉得很酷。do， 我们介绍两个概念哦，不是只有介绍 due diligence 而已，因为 diligence 这个词你大家很好理解 ，diligence 就是大概高中生都会这个字。就是投入努力、用心努力读书，所以要说、啊、你是一个 很勤恳 的一个学生、每天回家还会读书，然后读到十一点去睡觉之类的，可能十一点是不是还太早了 ？But anyway, so you're a diligent student, you're a diligent worker， 形容词的话，所以就是很投入的人啊，专注的 diligence， T 结尾是形容词，那 diligence 是名词、所以什么叫 due diligence？ 就是啊，我再多讲一点 ，due 怎么翻译 ？due 几个意思，例如说一个东西时间到期了，像哎、欸、这个女生可能啊、哦、在两个月就预计要生产了，已经怀孕八个月了，所以 you're due in 2 months， OK， 所以这个 due 就是到期啊、哦。那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也会有，就一个 due date 啊，这个书你现在借去，一个礼拜要还 ，that's the due date，OK、okay?。所以 due 你就可以理解为是到期，或者甚至有。就是你现在欠图书馆这一本书，那两个礼拜要还给他，一个礼拜要还给他，所以这个 due 就是时间到期，并且你欠我。所以这个 due 我们放到这个 due diligence 里面，就可以理解为你现在要去投资股票，那你就该做一点你该做的功课嘛。所以你欠自己一点功课要去做。所以这个 due diligence 就是你该欠他的那个投资的时间跟努力去学习这样子。OK。那下一个我们再看一个词叫做 due process。 刚刚讲的 due diligence 是 你
你投资股票该做功课，所以你这里翻译成该做功课，我觉得都过得去。下一个词 due process 则是法庭上的法律上的用语。什么是 due process？ process 叫过程，所以我们讲说犯罪的人，无论他犯的是多严重多可怕的罪，我们也不能够当下就直接给他就地正法掉，对不对？我们还是欠他一个过程，欠他一个你有机会替自己辩白，欠他一个我们要开一个庭，然后我们要找一个人来替你辩护，要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替自己辩护的话，所以提供一个这个可能有律师又做这种 pro bono 的 case。 我记得在看一些剧常听到这个词 pro bono，就是一些律师啊，他们会把自己 很高价的这个时间成本拿来去做一些那个就是公共的案子这样子。因为有的人可能真的请不起律师，那可是我们的 due process 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些请不起律师的人还是得派一个律师给他。你看我们讲说那个警察逮捕人的时候也说，对不对？所以要是你没有办法就你讲的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利保持沉默。那要是你没有办法请一个律师来代表你的话，我们会派一个给你。所以这个所谓派一个给你，就是我们讲说的这个律师有时候会 volunteer 来做一些这个公益，然后这个时候法庭就可以把他派给人家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叫做，总之我刚说这一整套就是我们欠他一个过程，过程完了之后有没有定罪那再说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叫做 due process，所以我们欠他一个 legal process。 换句话说，好，这两个词都是生活中很常见到的，希望你看得懂。好，我们再往下看，我还很想看这个呀，马上就下一段就看到了。 So if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eater fool theory, an investor will purchase questionably priced securities without any regard to their quality。 好，如果要是你真的照着这一个 greater fool theory 来投资的话，你看到一个东西很贵，你会毫不犹豫还给他买下去，因为你觉得总有一个更笨的人会把他从你手上拿走。所以一个 investor 就会购买，会 purchase questionably priced securities， 所以就很可疑的价格上很可疑的这些证券，而你完全不会想到它值不值得或它的品质怎么样， without any regard to their quality。 If the theory holds， 要是这个理论能够 hold 住下去的话， the investor will still be able to quickly sell them off to another greater fool who could also be hoping to flip them quickly， 所以你就可以卖给一个 again 更笨的家伙。那这个更笨的家伙可能也想的是，我就可以马上再卖它，再来赚钱。所以这个就是，我买进来，然后很快的脱手赚一笔的话，这个词很不错，我们常看到，也就叫做 flip。OK， 所以像人说，I'm gonna flip the house， flip this house， 好，把这个房子翻转过来哦。Well， 你这样想好像也不是不对。我买来或许做一点点小整修或干嘛的，然后可能就放到市场上。哦，我本来买进来二十万，现在我要卖二十五万，我就赚五万块。可是我的一些翻修，说不定只翻了 I don't know 两千块而已之类的。所以这个就叫做 flip the house。我刚刚讲做翻修可能都还多了，有的人甚至不用，因为他看到市场现在正在往上看，往上看好这样子，他可能就直接就买下来，然后过两个月摆着一下，然后价钱就上去了。所以我们称这个就叫做 flip。车也可以这样子搞，据我知道，像 John Cena 似乎就做过这种事情，我前几天听 podcast 听到的。 So anyway， 所以这边才说的是 Who could also be hoping to flip them quickly， 这个 flip 就刚说的，从这边接过来，然后从这边卖出去，然后我还 flip 到赚到了钱。下一段，很不幸的是 Speculative bubbles burst eventually leading to a rapid depreciation in share prices。 好，可以。所以很不幸的是，这种泡泡通常爆得很快，所以我们讲的真的那个泡泡就叫做 bubble，OK，bubble， 所以日本的泡沫经济 bubble，OK， 所以那个 bubble 破掉就是 burst。还有这个 burst bubble 另外一个概念，有时候会在那个社交中提得到 ，OK， 这是社交用词，就一个人在那边说，哦，开玩笑，我年轻的时候多怎样多厉害多什么什么的，然后可是你旁边一个朋友跟你认识很多年。然后他就说，啊，你少在那边啦，我那时候跟你一起做什么事情，我看到你多胆小。这个就是把他的 bubble burst 掉。OK， 所以以前我曾经有跟一些人聊天，然后我讲到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人就回应说，啊， I'm sorry to burst your bubble， but OK， 这样。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bubble burst 可以用在社交的场合中。所以你要，这个人想揭穿你在吹嘘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是把你的 bubble burst 掉这样子。好， anyway， 那回来在这里看一下，很不幸的是 speculative bubbles burst eventually。 speculative 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 speculate 这个字就是观望观望，
OK， 可是我们中文有一个很有趣的翻译，把它翻成了投机。我打一下哦，观望跟投机。OK， 所以像土地的投机啊，你想要买，然后翻一下，对不对？哦，可能啊，买个什么地，然后希望过个几年，可能那个土地重新规划哦，从化区啊开始盖房子，那个叫 zoning， by the way。OK， 所以 zoning 这个概念就是政府把这个地方规划成了不同用途。所以就是我刚所说的土地重划，就是 rezoning 的概念。好，所以你可能先买一个保育区的，可是很不幸的是，可能政府有规划把这个保育区要来盖商业大楼，所以你先买下去，然后你就在投机了，你这就是投机。所以这就叫 land speculation， 看过这样的词 ，OK， land speculation。那当然，股票市场到处大家都在投机，所以就是在 speculate。所以形容词 speculative， 所以这样的这种投机的 bubble 是很快 eventually 就会爆掉的 speculative bubbles。好，所以希望看懂这个 speculate 这个字没有问题了。所以就造成了很快的这个价格会 depreciate。所以 depreciate 这个字，它的相反是 appreciate。那 appreciate 就几个意思，同学最理解的大概是感激。那另外一个意思是增值。OK， 增值，就我们这边讲的 depreciate 是贬值。Appreciate 就是增值 ，OK， 好，还有一个是欣赏，所以这个 appreciate 这个字总共有，我怎么打不出欣赏 ？OK， 好 ，There we go， 好 ，appreciate 总共有三个不同的意思，很有趣的一个字。好 ，All right， 讲到这里大家差不多了，因为接下来他就讲了这个历史上2008年的时候有这个mortgage backed security。我很想讲这个，不过轮不到我讲。说真的，要是你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个电影叫做《大卖空》，好像翻译成中文，好像英文就叫做《The Big Short》。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非常好看一个电影。我看那个电影，我一直停下来查找资料，因为他讲了一些词我不懂，我很想懂，我就停下来看找资料。然后我看完这个电影，我就懂了什么叫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是当年很荒谬的事情。但总之，这个事情造成了一些人变得很有钱，但却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就流离失所，失去了家，这样子，因为他们的 mortgage 到最后就是还不出来，然后房子就被 foreclose， 这样子很惨哦。好，我觉得讲到这里大概可以了，或许有机会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来稍微说一下，但说真的也不是很好讲，我真的很建议同学直接去看那个电影就好了哦。但我讲到这里大概够了啦。好，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